好，欢迎来到八卦娱乐圈。天赐的声音结束了，大家肯定都对姻缘数据比较好奇。这一期的姻缘数据和往期节目有着很大不同，曾经大多数时候都是周深名列前茅，只不过这一次加入了更多的网络歌手。不得不说，这一批歌手对市场的嗅觉是敏锐的。下面我们一起来聊聊数据不错的歌曲吧。张韶涵、刘惜君，如愿。张韶涵和刘惜君的组合，单看这两个名字，不看后面的歌曲，似乎就给人一种爆款的感觉。这首歌曲目前在 QQ 音乐飙升榜排名第二，飙升指数129%。这里要给各位说一个我最近理解的新东西，信息茧房下的音乐市场。为什么张韶涵和刘惜君演唱《如愿》这样的大爆款却未能登顶？因为对于大多数观看天赐的声音节目的人来说，《如愿》已经是一首非常熟悉的歌曲了。《如愿》的爆款和前面的《三生三幸》不同，《如愿》是覆盖了整个年龄段，而《三生三幸》同样是爆款，但是覆盖面是比较窄的。于天赐的声音听众来说，《三生三幸》其实是比较新鲜的。张韶涵和刘惜君的《如愿》，我最喜欢的其实就是倒数第二段副歌，两人一同合唱的地方，互唱和声，主旋律，两个实力强悍的女歌手展现出自己独特的魅力，没有任何一个人拖后腿。房东的猫梦会员，凤凰花开的路口，高考季，离别季，这样一首歌曲代表了太多人当下身处的环境。最关键的是，房东的猫足够治愈的嗓音，又给了听众一个循环聆听的理由。凤凰花开的路口目前在 QQ 音乐飙升榜排名第三，飙升指数110%，一个不错的成绩。这样的歌曲取得好成绩是理所应当的，原因各位点进评论区就知道了。大家都在怀念，听歌的同时思考住当下的自己。还没听的朋友也推荐各位去聆听一下。胡海泉、周深，情歌。虽然名义上是一首合唱，但是实际上这首歌曲其实更多是独唱，副歌部分的主旋律交给了周深演唱，胡海泉负责和声，主歌部分也不是胡海泉最舒服的音域，基本全程照顾了周深。节目上有对此进行解释，周深希望能够唱这首歌曲，而胡海泉希望周深优美的嗓音能够在这首情歌最大程度体现出来。这首情歌目前在 QQ 音乐飙升榜排名第四，飙升指数96%。其实和往期相比，这首歌曲不算惊艳，但是各位应该也知道，歌手不可能一直震撼全场的，有时候安静的唱一首歌曲也是挺合适的。周深的姻缘数据已经不需要过多证明了，这样一首适合安静聆听的情歌，不知道大家是否有单曲循环呢？蝴蝶夫人成为了最大赢家，为什么？蝴蝶夫人压根就没有参与热歌榜的排名争夺，而是直接在 QQ 音乐流行指数榜排名第二。简单解释一下，流行指数榜和热歌榜完全不同。流行指数榜每天更新，是 QQ 音乐内综合播放得分最高的100首歌曲的排名，而此前这样的位置基本都是当期大爆款的名次。黄霄云这次回归本就是冲住爆款来的，好了，吴荒依然参与其中，王赫也则是固定的艺人了。这首歌曲目前看起来想要达到星辰大海的热度还有一些难度，但是对于新生代艺人来说，这首歌曲的数据已经足够了。以上歌曲不知道大家更喜欢哪一首呢？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